光顾了一箱又一箱的免税烟，现在引起轩然大波。但其实趁着总统出访，下面的随扈官员们趁机大买免税品，这早就行之有年。行政官基本上负责这个窗口，他的角色安排这些所有的事情，那包括很多的接触。从马英九时代开始，总统出访就是随行官员夹带免税烟的好机会，因为跟着总统走，礼遇通关，海关哪敢查，夹带免税烟变得相对容易。现在传出还有阴谋论，疑似调查局和国安局早有嫌隙。这一次调查局收到消息，联合立委黄国昌大肆爆料，所以就算是机场的管制区，黄国昌也能拿到机密资料。当然那边是管制的免税区，那我有透过合法的方式在里面确认这整件事情的真实性以及照片的真实性。脸书搜寻机场烟，出现不少代购社团，就是因为一条免税烟比外面便宜至少500块，夹带后除了自用送礼，还可以到网上转卖，一来一往能赚不少。谁也没料到这场免税烟风波随着立委的爆料越闹越大。三立新闻孟国华台中报道。